感谢主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是来自法身的门徒班学生代表，我名叫七伟。首先要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上这个课程，在这个课程中，我让我明白到神的旨意，也让我的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，让我可以 为主做更多的事，为主传扬主的福音，也让我以我太太的夫妻生活，让我学到更多的忍耐包容，也让我清楚知道夫妻间除了也谦卑以外，也要学会体谅啊，很多那些有些小细节也是要互相的包容。感谢 Adam 区长和 Timothy 组长给我们的教导和他们的耐心和他们的时间，最后也鼓励还没参加门徒班的学生踊跃的参加，这个课程真的很不错，我相信这个课程一定能改变你，上帝祝福你。